证件吗？证件借我一下吧。许多远景到超商，其中一名男子对上眼，却眼神飘移，让远景觉得怪怪的，请他拿出证件。结果人一走出超商，居然直接拔腿狂奔。哎呀！阿翔，阿翔！我叫你蹲下！哎呀！阿翔，阿翔！蹲下！我叫你蹲下！男子从大马路串逃到骑楼，要甩开远景，过程中还差点跌倒。他爬起来继续跑，连滚带爬，就像障碍赛，还搬倒柜子要阻挡远景。跑了100多公尺，最后跑不过远景的飞毛腿，男子直接被飞扑压制。淡奶溪因矿职遭前雇主通报逃逸，已逃逸逾期拘留约半年之久。因担心遭遣返，才拒绝警方盘查。原来男子是一名失联移工，因为逾期拘留，平常生活都躲躲藏藏，万万没想到因为一个眼神被远景识破，跑也跑不过，乖乖被逮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